哇哦，好独特的气质，很漂亮。美女一上来，她眼睛就跟一条缝了，我跟你讲。对，我眼睛本来就不是很大，你这样想。欢迎您，三位老师，你们好，我是夏瑶，今年21岁。哇，她说话声音好好听，那眼睛一直在对你放电呢。这是当偶像的第一个条件，眼睛要会放电，吸引大家的目光。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？我要带来一首《离人》。好，请。银色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真的不错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里孤孤热惆怅。银色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热惆怅。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乱了和谐，朝凡人心涨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离人挥霍着眼泪，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。你不敢想明天，我不肯说再见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。蛮大的惊喜哦，21岁女生唱 Bossa Nova 这种性感慵懒带一点沙哑的喉音，那个很迷人的。而且她最后面那一声哈，那个我都做不到，好有女人味哦。你可以做到哦，你可以做到，来加油，100级。哈，好像没气了。我觉得那个后面那一声哦，我整个人都融化了。谢谢老师。我可能评判的标准很严格，我知道比较严格一些哈。那我们就要挑一点你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，我好紧张。你的问题呢，就是今天这首歌选的，实在是让我一点问题也挑不出来。谢谢老师。所以我给你过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郭来领邀请函吗？哎，不一定，恭喜你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都没说过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根本不顾你就把这个发给人家了。对不起，因为他太漂亮，他根本就忘了我了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就跟当年那个没出息的黄晓明一个德行。我们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干嘛不一起爽一次呢？啊 ，OK， 我完。去飞过，谢谢老师，恭喜你进入偶像学院，谢谢谢谢老师，老师你们太美，谢谢，我过了我过了，哇太激动了，不用激动，我记住你了，你对任贤齐抛了个媚眼，对徐若瑄说你好美啊，在我这儿什么都没说。
你以为你是黄晓明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再嘚瑟，把黄晓明叫回来了。我发誓，我16:45收到了黄晓明给我的一条简讯。我发誓，我说的是真话。他打了4个字，说：“想念我吗？”耶！琪琪，我从现在开始就爱你不爱黄晓明了。更多独家视频尽在乐视视频 APP。